25日，2013新上热播音乐节新发布会在上海举行，歌手黄义达也是特地现身支持。今年的热播音乐节将于7月19日至7月21日在上海金山沙滩掀起音乐热潮。除了继续打造音乐嘉年华之外，今年热播音乐节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交友相亲聚会，让内向的黄义达也跃跃欲试。我多么希望我有相亲的经历，因为，自从我踏进这个娱乐圈之后呢，一直都很自闭，然后一直在很专心的制作专辑，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有这个所谓的可以像什么那个叫什么，像用他们是用摇是手机吗？是用手机来相亲吗？还是用什么的？就是哦，一个相亲大会。那我在舞台上的话，如果我可以参与的话，也不错啊。那我也试着体验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